我出去了啊。你干啥去？同学聚会啊。你同学聚会，你穿这么点儿啊？这多短呢，那裤子。你怎么管那么多呢？啊，这不挺好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也觉得挺好。该管不管，管不管用？不是，你这不该管吗？不该管。英子啊，你同学聚会男生多女生多呀？男女的都有啊，咋的了？啊，那你这穿的还不够漂亮，来走进屋再穿一身，啊、你这更漂亮了。换一身。什么操作的？啊？你看看这套怎么样？比刚才那套漂亮多了吧？刚才那套我都怕你玩的不尽兴。不是，这也太露了，这后背全露着呢，怎么还差双丝袜？啊！我不穿，我不穿，我不穿。那你让我穿，这样你怕我半夜出去遇到危险啥的呀？我就怕你遇不到危险呢，知道不？一般的小流氓打不过你。然后呢，我还怕你喝完酒呢，你那跟互相你那同学男生啥的互相看不对眼，你这种情况下呢，他就不能成为我的前姑爷了。不是，你让他成你前姑爷，因为我成你前姑爷对你有啥好处啊？你可不知道啊，你要成为我的前姑爷，我就把我三姐家的孩子介绍给你，那大个长得白净的，那小脸蛋、啊、老漂亮了，我跟你说呀。是吗？那你看。你得去，哎，那还有哪好啊？还温柔呢，温柔啊！我还温柔呢，我还温柔呢。来，我给你捏捏板，我也很温柔呀。装的？不是，我真的很温柔的。你还去不？我说了不去了，刚刚不去了，接着捏。他最喜欢打的就是必胜的战斗。